这个"消"和"化"是两个字，两个含义啊。"消"呢是指物理变化，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大块猪肉嚼碎了，变成小块的乳糜状的猪肉，但它还是猪肉，这叫"消"。但这个大块猪肉进到小肠以后，被我们的胰腺分解的这个酶把它分解成氨基酸，然后再经过人工合成，它又变成你身体一部分，变成人肉，这就叫"化"。化是化学变化，是性质的改变。因为我们切碎食物依赖的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和组织就是我们的牙齿，所以牙好胃口就好。那很多人说，那我牙不好，我直接在外面给它剁碎了吃不就完了吗？不一样，你在咀嚼、咬、撕、啃、磨这个食物过程中，其实对你内在的消化液或者消化腺的分泌是有很大影响。多嚼一嚼。嚼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专心，别看手机，别看电视。想提高化的功能呢，大家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个化呢，就是一定要恢复嗅觉，也就是说，你鼻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儿以后，这时候你会食指大动。食指大动是外在表现，内在表现就是你的唾液和消化液开始分泌。这时候你会饥肠辘辘，身体就准备好了。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外来的辅助的食物，利用细菌和微生物帮我们分解食物，这就是需要吃一些酱料或者是腌制的发酵的食品。平常吃的豆酱、豆瓣酱、面酱、发酵的酸菜、酸奶。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这个很好的肠道菌群，因为身体转化食物有一大部分是在小肠完成的，这靠我们自身的酶；更大一部分是在大肠里面靠寄生在大肠里面肠道菌群把这些食物的残渣分解、转化变成叫化腐朽为神奇。